回风呀，那竖画是咋写的？原地，你从下往上这么回风入笔啊，我给他写完这个数，他有这样的一个起笔，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起笔？和这点画有啥区别？你给他挡住，你下半部分挡住，这不就是你们要的那个什么什么点？包括提画，你要是回风入笔，你原地去转风，它这里的形态和这里的形态也没什么区别呀，它都是微带一些回风。落完笔以后，都是你记住啊，是右手从左下往右上，顺带落完笔以后原地转风，自然形成的一个势态。而且你看，这里回风长，这里回风短，它出来的形态还不一样。你每写一个，它都是一个单独的形态，它不会是一成不变的。是不是？你每写一遍，它的一些弧度呀、角度呀，都会做出来一点点小小的改变呀。第二种点画，哪种点画呀？就刚才我标记的那点画呗。笔尖是往右上，这么划在纸面，这么右上划在纸面上以后，直接往右下按压铺好。你方向不一样罢了，它只有一个落笔，落完笔以后直接下压。